只要具备超凡的实力，即便是和声也能深深触动人心。我没看过冰潭山丘，被誉为最强辅助的周深，一旦他开口献唱，不论何曲都能将歌曲的水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当他与陈楚生合作的《凄美地》时，那和声一出现便让人眼前一亮。而在跨界歌王中与小沈阳合唱的《追梦人》，更是将和声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前生后世轮回中，谁在深渊里徘徊？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中难解的关怀。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，张靓颖与李荣浩合唱的《女儿国》，她一开口就如同王炸般震撼，为整首歌曲增添了浓厚的氛围。说什么王权富贵，怕什么见利清贵，心恋我百转千回，快带我远走。即便在《如果当时》这首歌中他并未露面，但他的和声却令许嵩都难以自持。他不仅擅长创作和演唱，更能根据合作伙伴的风格进行独家定制，就连周深那高音激昂的《爱的供养》，他也能稳稳地拖住。为了醉到温柔乡，轻轻地翻唱，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，将你供养，这期盼你听出流转的目光，青瓷与我无限爱与被爱的力量，让我能安心在菩提下静静的幻想。他与单依纯合唱的如果爱忘了，更是以 rap 的方式在短短30秒内便掌控了全网。王苏龙在这个赛季中再次大放异彩。说爱过于不是爱的够久，分开也疼吧，想念你的脸颊你的发，我并不害怕，心中总有点你的牵挂，像愈合不了的疤，我再也不敢碰它，却隐隐的痛在那。时间是个玩笑吧，根本洗不掉回忆，你住在我心里面了，可我必须要说你，一路让生活能继续，可现在你在哪里？虽然你